分的自责分，被打了有九支安打。现在面对大鹏来到两好三坏，好球，最后是把郑大鹏呢给三振，这是李佳今天所投出的第三 K。 那就以过去的一个表现呢，李佳的夺三振能力是比林成焕要来得高的，哇，好太多了。不输领先两好球一坏球，陈志宏既然看到阿浪懊恼，会不会再来一个内角拐进来，那效果会更好。结果果然还是一个变化球，但是这回呢，郑大鹏依旧是没有打到，遭到了三振。这是今天米加所投出了第四 K。对，面对这种滑球了，球始终带不进来，选球有问题。球在很远的地方，身体已经整个平衡感被破。还好，这个做投手那段时间呢，看起来这个打击的天赋并没有完全丧失掉。对。良好一坏，这个球还是一个好球，打者遭到了三振，这一局米吉亚是 K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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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三 K， 目前2-0，一打战是领先。